白菜。小琛呢？哼，他还不下来，他不想下。你问他累不累？我真的不知道他累不累。你说他累不累？累就松手吧，大哥。该松手的时候，对，该松。他又抓着锅了，你说这玩意儿可咋整？哟，大哥他也郁闷，你知道吧？我是真不想下去呀、啊，又让我给整下来了。双击给一个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就来一个。来点老抽，加点老抽，多加点哈，颜色好看一点，煮上也有食欲。去。这个腿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在理发店刚出来，但是我知道这个头是那个什么，有墨，我不喜欢给你们看，我怕你们看到时候那种黑黑的。其实这种墨煮熟以后特别好，但是并不是每一个都有，对吧？先吃一下。你看这小扇贝，哎，这小扇贝，好多人问我这个能不能吃，你想吃你吃，你不想吃，你不吃，就这样，一下摘掉。不就行了吗？对不对？只不过这是个公的，它没有那个黄，你知道吧？别往下面扔，就放在旁边，一会儿给它收拾收拾就可以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们会说我，所以我还是比较听话的。嗯，我这么听话，那你给我个双击。竹节蛏，哇塞，什么也没有啊！这竹节蛏呐，搞什么鬼，对吧？都没有蛏王好，那是什么呀？一把一把全是那个跟竹子似的，都是壳。你瞧它瘦的跟牙签似的，是不是没感觉？瘦的跟牙签似的。我还比较强一点，双击的，你能有它比它强吗？小牙签。咦，小梭子蟹，做一些这个是做可以做蟹子豆腐了，一会儿再吃它。哦哟，哦，可以哈，就是什么，就是有点瘦，因为它现在泡籽了嘛，对吧？蟹腮去掉。蟹嘴去掉，然后掰它，哇、哦，美死，美不美？我跟你要双击，还会给吗？还会不会给？